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四平大胖。今日这天儿开大化，终于好起来了啊！过两天还得降温呢，这是准的。今天小姨子来说吃火锅，那天晚上烧烤不没吃上吗？今天高低得整点硬菜，走买点羊肉去。小姨子能炫羊肉，走。来牛的。就来这个吧。哎，来铁卷哈。嗯。来这小块。对，再来点啊。再来点啊，那就多一点，来这个行吗？行。够多吗？够了。喂。哎。来点羊肉。行，够了。现在多少钱一斤？57。57啊，行。刀工不错呀。手切鲜羊肉，立盘不倒，嘿嘿嘿。给这煎蛹子焯下水，这才叫干炸煎蛹子，一滴的油没放。哎，这回放油。这玩意儿后放油啊！哎，上青菜，这茼蒿老好了，大茼蒿。哎，在东北吃火锅没这口不行啊！大蒜菜，羊肉配酸菜绝了。这玩意儿涮火锅没治了，切点大冬瓜，你说王子请进屋。这啥玩意儿啊？这个啊，整点虾，整点毛肚。哎呦，你咋知道我没买这玩意儿呢？你太行了，我这都准备差不多了。哎呀，今天这俩小姨子又来了，菜又支棱起来了。手切鲜羊肉，然后小青菜、煎蛹子、毛肚、粉条子、鱼丸、大虾、肥牛卷、酸菜、冬瓜干豆腐，两锅全是辣的。今天这是菜太硬了啊、哦！来吧，准备开炫。整点什么呢？咱俩还是老规矩，来一瓶，完事儿。来吧，鲜肉。大车送的，排够大发了。你俩买点啥饮料啊？看着买吧。大窑啥的行。人都走了，你还大窑啥的行？哎，这玩意儿都是下锅就湿的，你别整怼一锅，这么整不好。飘雪了，这大雪花子。今天吃大鹅的日子啊，这大雪花子真不小啊。坐等大鹅，坐等大鹅，坐等南姐吗？不是。嗯。哎。啊，别夹了啊。吃。嗯。刚刚不吃了，回家啥也没有。等那啥，等那个大鹅吃完的。我姐夫那个，我给你整个羊腿烤上，行不行？行。啥时候烤？啥时候烤？羊腿不？大鹅吃完的，大鹅吃完的。急加速，赶紧吃顿大鹅。主要是羊腿炖大鹅。这块你大方吃。不是，你大方周一口，周一杯，咱俩换白酒啊。害怕你就造。谁给起名叫黑胖？我是个白人。白人，你不黄种人吗？干活晒的。干活晒的啊。我就跳板儿也。来，
晚上。我来个筷子上面。那儿呢？玉米都给你拿来。哎呀，你们都有秀头的，秀头米。出热水的。啊，热热闹闹的，坐等大鹅来。干杯呀！外边下雪了，真下雪了。哎呦我妈！就差大鹅。来，好好串一下子，来串一下子。来来来，嗯，我怕我俩这串傻了。好。哎呀，爽，酥的啊！哎呀，赶紧吃啊！哪边是？你先捞点肉，这边是牛肉。我一到家就来病。啊！你要不回来还能停几天？还能停几天？今儿小啤酒瓶就给你炫起来了。嗯。他一回来我就不行了。嗯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一到家他就上火。嗯。我跟你说，B B，你多吃点这火锅，热乎的，保水行。嗯。你整一口来，没事。吃点菜。来。你对你多吃点菜呀、啊！你啥也没吃，这锅这么大，你自己就揉呗。来，好吃成双。干来干一杯，干。哎，爽，舒坦啊！哎、吃香我的粉条呢？我泡了粉条。泡了，那啥眼神啊？我能吗？我这得先下两个。你那眼下呗。你那眼珠得先治呢。吃点菜呀、啊。你吃点肉吧。赶紧的，喝酒得吃肉，我告诉你。谁到了？你说你热乎的，今儿你要再喝多了，你怨不着别人，只能赖你自个儿、啊嗯。有吃的不吃。你好像说的那天没吃的似的，你说这话。那天咋的？那天好像不好意思加似的。嗯头回来。这火锅就在这就加呗。嗯。外边你看雪下大了。嗯。哎呀，没有啊，大雪花老大了。快点，求大鹅去，快点，那一会儿吃完饭。哈哈哈哈哈。大鹅宰大鹅。嗯。嗯。大鹅整回来，我先薅两条毛。薅两条毛，先薅两条毛。不好吃，简勇这儿，好吃了。我这简勇做的还有啥说的？我都没搁油。我吃简勇就有点反应，我咽不下去劲儿了。不是，我也是。就克出来，就我。我告诉你，人家正常吃茧蛹子，就这个都吃了，拿过来就搁扔嘴里呱呱的。剩一堆虫，我刚才都给他那边摆一排。我吃鱼从来都不吐刺儿。姐夫一样。那咱俩有一拼呢，吃鱼真不吐刺儿啊。前几年鹌鹑蛋我都不吐人。哎呦，那你狠，你是狠人。五香的那个鹌鹑蛋，一袋一袋的。嗯。就嚼，从来。那个真是看着过，他们都不吐刺儿，还有吃什么？五香的蛋。嗯嗯。哎呦我的妈！对啊。铁牙呀！我吃苹果不吐核。嗯嗯。这肉下的就赶紧咬，要不然就硬。对对对。你太会说了。嗯。手歇的就越硬。嗯。慢一点就。没事，我撵你一口。我撵你一口。你那比我猛。哎呀，姐夫今儿没吃啥，赶紧的。没有事儿。不，一个不行，给我剩。这必须得吃，媳妇儿，你这粉条赶紧给我扔了。就这个毛肚，我瞅的老眼熟了，你知道为啥吗？啊。中午李承泽订那个饭里边就有这个毛血旺。嗯。他家挺细心的，昨天他我不说孩子不吃辣吗？嗯。他把这个菜给我换成瓜片炒那啥了，炒肉了。嗯然后又给我装了一盒。那啥，毛血旺，就是今儿给你五个菜。他说要孩子不吃辣，那个我又给孩子就是说，拿出一加个菜，让他尝尝。嗯嗯，尝尝愿不愿意吃这个？嗯，而且我今儿中午愿意吃。高几？高一。高一。好，学好，学好。还行。别面上学。还行吧，反正这玩意儿像高中，现在也看不出啥。这次考试考的还行。高中还看不出。他这么低调。不是，那高中现在刚高一，你根本看不出来啥。有个好。说实话，还有呢啊。嗯。哎，有个好孩子太幸福了。捞吧，你那粉条子都熟了。刚下里吗？不。哎呦，我这粉老好了。杨二，你尝尝一会儿。这粉条子没治了啊。豁楞开的。杨二，哎呦，这外头这大雪片子。老大了。哎呀呀呀！哎呀妈呀！大鹅在向我招手。这大鹅。你爱吃啥呀？不是。爱吃吗？大鹅炖大鹅。大鹅主食好吃啊。炖大鹅真比炖别的好吃。炖大鹅，我还是偏向炖小鸡儿。妈，还炖小鸡儿。那真不行。是吧？还想吃大鹅，下来的酸菜。你啥时候想吃？哎，兔子呢？兔子不行，兔子没味儿。兔子炖不是搁大鹅里呢？搁大鹅啥味儿都没有，兔子。兔子就是跟啥跟啥炖是啥味儿？小时候我们家做豆腐，完了就都养兔子，豆腐吃豆腐渣了，长老快了那兔子。其实兔子做麻辣兔头肉，做麻辣兔子，兔子呱呱斩吧，全是小瘦肉，对，高压锅。整烂乎的，整麻辣口的。没吃过兔子啊？嗯，你等着，跟啥炖是啥。他要许愿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
微信里常年不超过100块钱。哎呦我的天哪！花一分要一分，我许啥愿？哎呀，许愿的人得在这儿啊！我基本不许愿，我就干。嗯。嗯。没喝酒呢，不是，没有，没喝完呢。你喝啥我也不行。看看我给你家教。那好，学着点。你看小龙那天许愿又整出一只小笨鸡儿，你看。不是，主要你学着点，你斌姐。嗯。对象微信里边不超过100块钱，这是重点。啊啊，这是重点。啊，你寻思啥呢？家教严。他给我都得退回去。啊。我一年得退个几十回。哎呦我天哪！那这么说，这比没报用啊，真给钱呢。不花钱，然后就挣钱。他得求我。花点花点啊，花点儿，嗯嗯，说了早起，冰冰说了，起来做梦，哭嚓一下就起来了，赶紧整腰子吃腰子，哎，你让他吃腰子，嗯、他自己说，他说给我来个腰子，嗯，那是给他来个腰子吗？来个腰子不会给你点的吗？来，整一口吧，好不好吃？这粉好吃，是不是好吃？是不好吃？来来来，冰冰，我给你加点，你的牙口吃点粉行，嗯，今儿这牙口挺好都行，来来来，来整一口，来。嗯，哎，哎，上次就这么点，这大雪片就搁这录，完了一边录一边整小姨子，刚等小姨子没等来，完了就进屋了。小姨子没等来，大奶也没有。今儿小姨子等来了，给他领了，没给他提了来。嗯，没事儿，大奶不重要，小姨子来才是真的重要。来，干杯吧，来。这啥吃的？豆包，你那不嫌真行，哎，哎，豆包都造上了，啊，不正常，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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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绝对好吃。你看我小姨子这边，你看这俩小姨子，一个磕豆包子，一个磕冰棍儿。